中华民国的公路监理系统是一群对的人在做一件对的事，很高兴在我们比预期要短很多的时间之内就把这套系统建制起来，而且也非常的顺利啊，完成相关的测试，那可以讲是在我们现在政府系统里面非常现代化的符合云端标准的一套系统。我们过去是在超商来缴费，将来甚至连这样的动作我们都可以把它简化到行动上网、行动支付就可以把它解决掉，这是与时俱进这样一个努力。公路监理系统可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也希望将这套系统应用在服务面可以更贴近民众的需求，变得更方便，而在整个资料应用管理上它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祝福这个系统啊，将来能够非常顺利的运转，为这个全体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